好，我是冠冠，今天来到位于台北市捷运善导寺站二号出口处的喜来登饭店，知名的吃到饱自助餐厅十二厨。沙拉和冷盘都是摆放在双层的冷藏柜内，共有两边四柜可以拿取餐点。我要鲑鱼跟起鱼，各三片。各三片。对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生鱼片也是最热门的餐点之一。这里的生鱼片新鲜又软嫩，都是现点现切的哦，表现可圈可点。两片，谢谢。谢谢哦。接下来是鲜嫩现煎的牛排，主厨精心挑选乐野牛排，用铁板相煎，将肉汁完美锁住，肉质十分滑嫩。
这碗茶碗蒸搭配着肥美的蛋菜，更增添了海鲜的鲜美滋味。这盘热腾腾的酸辣清蒸石鲜鱼，严选海港新鲜鱼货，淋上热油，再加上翠绿的葱丝，搭配特制蒸鱼酱，香气扑鼻。好，谢谢哦。现做的舒芙蕾好可爱哦。冰淇淋区提供了泰国明果冰淇淋和哈根达斯冰淇淋，总共有八种口味可以选择。整体餐厅的装潢气氛非常舒适，服务品质好，收拾餐桌也非常仔细，整体感觉不错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留言。我是罐罐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